欸，所以我创了角色，他进去都还是一样等级哦、喔。应该是啊。欸，我进去怎么还要重看一次动画、啊？你就按掉就好了。按不掉、啊。要按什么？就我不知道、啊欸。等一下，我要重创角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每个伺服器不一样吗？可能吧。我也才玩过一次而已啊。哦，那就是老手啦。什么？这边有十级的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哑巴！好痛！哇，刚没有选脸，算了，逃了，真是的，好黑哦，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？Oh my god！ 我先邀你进部落，这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调亮点？你有没有办法找我们的部落夜游帮？夜游，我等一下，我现在都看不到。你干嘛？外国猿。听起来好像什么猴子啊？什么猴子？外国猿呢、啊？他有什么伽马可以调吗？箭在离远离敌方引火的地方，敌方引火。我要怎么看夜游帮？这是我们的引火啊！没看到，就找吗？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看。不是啊，地图上没有。不是，你在部落，你按 J。哦。所以这萤火不是我们的吗？这萤火明明就我们的、啊。我靠，这部落也太多了吧。对啊，写夜游帮啊。为什么不能盖？你是中文还是？哦，看到了。一锅老鼠屎。你加入啊。申请了。好，同意了。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家在哪里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右下。哦，看到你了。你有看到我们吗？在你的正北边。正北哦，我看到了。可是我现在在丛林里面什么都看不到。没错，你要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啊，所以这晚上真的是这样哦。对啊。哇塞。为什么无法建造啊？我不懂。需要建在远离敌方引火，这个还是我自己再重创一个引火。该不会是那边那个人的引火吧？把我们家拆了，然后来建他的引火。因为我们的萤火不见了，萤火好像是隔一阵子就会爆炸，就会炸掉了。啊，是哦，所以这是自己炸掉了。对啊，你要可能要一直有人在上来，他才不会腐烂。我们的萤火炸掉了，他们就可以盖在我们旁边。你是什么？这就是逼你一定要有人上线啊！哪有这样的？哪有这样的气人呢？所以那个家应该没救了。哇，那我在边再盖一个萤火不行吗？萤火怎么盖？那就要远一点。我只有篝火，这是不是要学？学是哪一个？不能打，这不是 PVP 啊。他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 PVP、欸。大元你按 T， 应该有了，但是。大元，你按 T， 你可以在右边知识与技术学东西。它是不是一等不用耗点数啊？只有初级建筑、原始工具那些不用耗。哦。工匠台。啊，萤火在哪里啊？所以它点到第二层就开始要耗了。嗯。
萤火在哪里？萤火。它好麻烦哦，一定要一个一个点。他免费习得不能预设取得吗？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就不行啊。阿修，我们家炸了。你家哦？你家？你家你还死在地上哎、欸！刚刚是我把你拉起来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家不进？不进？我们是被人家拆了还是怎样？不是，大元说萤火炸了。萤火炸了。我记得它萤火会腐朽啊，萤火还会炸啊？是，的确是东西都会腐朽，没错。但是萤火炸了，然后就炸了，那也太炸了吧？你炸了，炸了。嗯，要收集一下。那萤火要怎么盖啊？哦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为什么我不能盖？这到底是哪里学的？分类建筑类，建筑类。初级建筑我都学了，那是初中级，中级建筑，刚不是看过了没有吗？总之都学一学好了。这个看不到，连材料都很难捡。安安，欸、对啊，那个萤火在哪边学啊？对啊，萤火在哪里学啊？还是面甲、啊、跟面甲有关吗？会，好像也没有啊。伐木，缓冲坠落，真的不知道萤火在哪里学。配方搜索萤火，萤篝火吗？哦，在新部落的黎明啊！好，真是的，好学会了，我可以做萤火了。嗯，萤火是永久的、哦？没有啊，不是就你刚刚不是说炸了？哦，还要原木跟碎石。好吧，还要硬木，或者是硬木，或者是硬木，不是还要，是或者。对，二选一。这么黑，我是要去哪里？我是要去哪里弄？孤神。还好啊，这个野外不会走一走啊，沾到水蛭啊，或者是踩到蛇之类的。那会不会踩到屎？绿色地狱就是这样啊，走一走就会走一走会踩到水蛭啊，或者是被虫咬啊，踩到屎被自己臭死。OK， 这样子原木够多了。你们等级多少？一，一啊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原来你说的等级是那个要怎么看啊？要先建萤火才可以放地基哦。十四，意识等级吧，应该是看意识等级。要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？我想说先做地基，算了，我地基先做好好了。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？我就是在弄啊。没有，我先把地基准备好啊。碎石挑这个会有吗？哦，旁边突然有一个，有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萤火还不行是不是？哦，碎石要20个。
箭毒挖徒手抓。哼，这地图也算大哎、欸，大啊。晶石哪里有啊，大佬们？你是怎样？哇，又要打我！这样这样哦，又是，又是那个犬呐、啊！啊，我啊，好痛！快快帮我！哦，他那个他会漂移耶！对，他会漂移。哦，那是。我刚挥下去的时候，已经飘到哪去了都不知道。我居然做出了史诗十指稿，烂死了！哇，到底多少史？史诗十指稿，史诗十指稿，它颜色是咖啡色的、哦。史诗十指稿，喂，到底是多史？哎、欸，哦，原木还不够，再去。原木要砍树还是？砍树。我会给你吗？还是我身上有十个？这个可以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是原木很多啊。哎呦，好痛！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大元的新 ID， 史诗史诗稿。什么东西啊？史诗史诗史，体力不足。史诗史诗稿。我们又在给我睡衣。是不是有点lag的？这怎么硬、啊？雷哥，我要死啊！这怎么这么硬？哦，这是硬木、哦。什么？你怎么死了？哎，死了。他那个太lag了。我刚敲一次给我挥空。有了，总算可以做萤火了。先做好。我，哦，复活地是在这篝火还要。哇，我还看到时间。不行。啊，烟幕了。还不行。这全部都要吗？会死啊？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说选一个吗？还缺什么？哎、我的妈呀！是怎样？好黑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有硬木？我不懂，他不是说只选其中一个就好了？史诗史诗稿，对呀、啊，感觉、啊、这个 ID 不错呢。史诗史诗稿，有了啦，熟练度跟熟练度要自己练。奇怪、欸，那就是做什么事都会有，都会熟练呢、啊。不懂，失去原木，失去木头，他根本没有拿我的硬木啊！我都把它点掉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奇怪、欸，他不是原木跟硬木选一个吗？对啊，可是问题是我没有把硬木打到满，他就不让我点那个萤火，但是他也没用到，点了以后他也没用到硬木啊。呵，是 bug。萤火要这么久、啊？这游戏是不是 bug 很多啊？大元还远得很呢。不过快到白天了，真的是超黑啊！会不会走一走就死了？好的，不能在这里建造。嗯？萤火不能建造？不行。坏。发现碰撞。你们起初是需要建在远离敌方的地方。远离敌方，这附近有敌人、那個下面那个真的害死我们了，那家伙。下面哪一个？你说古代遗迹吗？有这边就可以了，这边又可以了，啊，这个地方又可以了。
可恶哎、欸！有人在附近，是有其他玩家盖萤火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盖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啊，他们有一个人啊，难怪啊，那很可恶哎、欸，真的超可恶的，我的天哪！哦，是哦哦，哇，他们人还蛮多的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啊，太可恶了吧？他们在河边盖了一个萤火，所以我们不能盖萤火。安安，我们只好到别的地方去了啦。他那个范围好大、哦，我们这个家不行了，我们这个家要烂掉啊。篝火还在运作，那是因为我刚刚丢的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箱子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人家拿走了。啊，还会被人家拿走？会啊，因为这是公开伺服器啊。哦，箱子里面的东西还在。带走好了。可是我记得家里可以把门关起来，是不是？你们关起来，人家可以开门啊，人家可以吗？对啊，人家可以，人家不能开门，但是，该怎么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刚刚地板是裂了啦。就你腐朽掉，人家就进去了。对啊。总之现在远一点的地方盖一个，好吧。现在这里盖一个好了，也许可以不用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就在这里盖就好了。我盖一个，好。哎、欸，我对不起呀、啊。好，有了。啊，你对不起谁？呵呵，你自己想的。你是怎样、啊？三天上身，你又不认识三天。三天我不认识他谁啊？跟我们玩那个捡垃圾的。三天三夜，只好在这里盖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我只好把里面东西再搬过来了。但是萤火还是不能盖，为什么？嗯？发现爆不中，是因为你人在那里吗？让我离开，还是不行哎、欸。碰撞，不能在这里建造。发现这边还是敌人范围，有这么远吗？不行哎、欸，真的不行哎、欸。为什么啊？真的不行。那我要怎么建造萤火才行？哎，不行，这么麻烦。我把它放在我们的箱子里面，你来试试看。而且我现在跑好慢，身上好多东西，会负重。好，那我放在最左边。萤火，好，我试试看。野火，这边还是远离敌方萤火哎、欸。对啊，它的萤火范围为什么那么大？我不懂哎、欸。为什么会那么大？很奇怪哎、欸。怎样？为什么？还是这附近又有别人引火了？以敌方建筑物过境。是不是哦，这边又有一个人，又有人。是不是玩家下线就会停在那边，坐在那边？坐在那里啊，对啊。好想打他哦。那栋有萤火吗？我看没看到那栋有萤火啊。可是有建筑，有敌方建筑也不能建。哪有这样的？就因为我们的萤火爆掉而已，他们就可以建在我们旁边？你就被占领了啊？什么？没关系，等那个家伙上线，他头痛的是他。那个家伙。能在这边建造？那个家伙是哪个家伙？
还有哪个家伙？又问问，人在这建造啊，不能在这建造，也不讲理由，是怎么回事？对呀、啊，我已经跑很远，还是不能盖。有一个人在这边盖一个平台，就说不能盖了，他也没盖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我们没有权限，没有权限。我是要有权限才能盖，是不是？什么权限？它上面有一个建筑，没有权限在这里建造。我们的阶级是一样的啊，应该不是我们族的权限的问题。我变成祭司了，啊，安安，大神了。气死我也！看来我们要搬离了。可是我就算在没有敌人的地方，我也是没办法盖啊。那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没有权限在这里建造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没有啊，如果敌人家会说有敌方建筑无法建造，但是我现在盖的。我现在盖它没有显示敌方建筑啊，但是这是什么烂 bug？ 那 demo 问题很多，重点是我不能补我们家，哎，可恶！可是可以盖在下面，但是却不能盖在这里。下面，我这一格是可以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哎、欸欸，这边有一个别人家，头号啊！哇，我们家附近一堆人的营地。对啊，到底是怎样？这地方这么热门吗？还是我们要离开？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太需要留恋的。是啊，那就离开。会不会到处都是人很多？那个 NPC 已经死了。对啊，那就是炸掉了，所以只剩一半呢。哦。我猜该不会是那个河边的人把我们的萤火拆掉了。他们又不能攻击、他能攻击我们的萤火、欸、上不去、欸、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你只能用爬上去的。怎么爬、啊、他的攀爬系统有点奇怪啊。对啊，你会爬可是已经爬不上去了、欸、你上去了啊。不是啊，我要进门啊。你看可以进啊。哦、oh, 要跳一下，好像是那个，看起来是这样。你的人物太正常了吧？啊！哇，你好多层肉！但是我的双，你看，我什么东西啊？你丑死了！你看我还会离，我还会兵长斩。你丑死了！兵长斩。那个肥宅是灵活的胖子、喔、没错，我就是要当灵活的肥宅。哇靠，阿修怎样又高又瘦？哇靠，你这是那个欧美的那个什么长寿人哦、喔？妖兽人，妖兽人，兽人，Slender Man 啊，妖兽人。我是肥宅双刀，我刚刚进来忘记调了啦。我本来是要想要调那个。
完全没有脂肪。等一下，我能超重的样子。你想要当壮丁就对。哎、欸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吧，之后再叫之内过来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箱子也没有什么太特别需要留恋的，感觉就直接走了。我去实验一下别人家能不能拆好了，应该都会有很多人。可以啊，实验一下。这边上游还有一个家。上游，就是这个河的上面啊。因为他们都是盖在河边啊，取水比较方便。对啊，我们那个下面是直接盖在河上、欸，哎，有够过分的。对啊，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觉得好像过了两天以后啊，大家的那个系统变得怪怪的？哦，是啊，卡卡的，之前没这么卡、啊。哦，那个。他会自己腐坏，应该不能拆，可是他们会自己腐坏。对、啊，没错啊，我知道他会自己腐坏啊。每小时扣 2.1% 血量，所以就是要时不时有人上线。对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自主把它拆了。那我们去别的地方啊？要去哪里？红金堡。红金堡。切他中路。那我们继续往西算了，一路向西。太多人，太多造成卡顿，没有办法看现在人多少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有50多人，哇，这么多啊！对啊，那搞不好旁边也都被人家占了，有可能啊。大家应该都会先占这里初始区域吧？对啊。他不知道一个部族能盖几个篝火，知道哎，应该盖几个就可以盖几个，想盖几个就盖几个。那这样就到处都房子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本来就是这样、啊，本来就会这样子啊。这种游戏不是要限制的啊？还是我们把这个篝火拆了，我们就可以盖。哎、欸，那试试看嘛。拆除。拆除了，那、欸、可以盖吗？不行，发生碰撞，无法在这边建造。到底是怎样？欸、可是没有出现敌方建筑啊！到底是怎样？是坏掉了？那我们走旁边一点吧。发生碰，所以它一定要盖在平地的意思吗？你是可以盖那个啊，盖地基啊，我们都是盖地基，没错啊。你是因为没盖地基啊？因为我刚地基盖了啊，等一下。那你不要盖在这里啊，你去盖在家那边，看能不能把它补起来之类的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边是不是、欸、有一只怪，红色的啊？等一下，我在开道具了，等一下，坚持要，为什么攻击这么卡、啊？攻击超卡的，哦，真是好 lag 哦，对啊，好 lag 哦，这个 lag 对我很不利耶，我打一次就 lag 的，这边应该是有敌方的萤火，可以吗？我正在试，不行。远离敌方萤火，要远离。这边就可以了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盖了以后又盖不了萤火。发现碰撞就是地不够平啊，或者是旁边有东西。我连地基都不能盖啊，地要盖地基就会说要远离敌方萤火。有啊，我在这里可以盖啊，这边是白色的，你看。哦，这边哦，好，那等一下。好累个，好累个。所以你要在这边盖吗、我本来想要不要要不要往西一点、欸，还是不行？他说有也是敌方萤火，那么奇怪哎、欸，真是。哦，
奥德山壁那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你去啊！对啊，我们继续继续往西，只是继续往西会没水，就是不知道西边那个西边的那个迷雾也开不了。有一个人在这边盖一个那个木工台，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。所以我说这游戏不知道能不能开跑不动了，能不能开私服？应该要开啊，不然我们不然根本没有盖家，盖家都这样子。哇，那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建筑物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看负重啊？中间、哦、我看到了，中间那个 icon 就是。我负重也快完了。哦，它是两层楼。去把它拆了，没办法拆，我刚试过没办法拆，不然我也想拆啊。哇，它还有床哎、欸，小黑胖子，不行，没有办法拆。再过去还有水吗？他们蛮聪明，他们把工具台全部放在二楼。这样子有什么聪明？就你至少那个睡觉的时候不会卡来卡去。好卡哦，走几步路就丢一下。哎、欸，呀，哎、欸，这边哎、欸、不行，发生碰撞。那是因为没有，那地不平了。这边好像可以盖，等一下我盖一盖。你要盖这里？还是你要换？我是都可以，我是没差，我是没差太多。哦，这里好像荆棘谷哦。哦，这个树的感觉。发生碰撞？没有啦，我在这边盖两个地基。哎、欸，前面是不是有家、啊？有人家、啊？前面是有人家、啊。对，前面又前面又是又有敌方引火了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个平原。这里呢？来试试看，可以盖。建议可以摆放在可以建造引火的区域。什么？这里不能建造引火？他只是建议而已。我看一下哦、喔。结果引火也不行啊！引火还是讲说要建在。远离敌方萤火的地方，那是萤火的范围到底多大啊？啊，奇怪，它可以盖地基，可是不能盖萤火、啊。被人捷足先登，你就要弃你的家了。萤火是篝火吗？还是不一样？篝火是小的那个、啊，是室内的那个、啊，萤火是大的那个。大的，那是要点出来。哎、欸，这前面有一个人的平台，可是他没有萤火，没有萤火。他会显示离敌方的建筑物过近。然后你走过来，他会说没有权限在这边盖。到底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想确认一下，我是不是还在工会里面啊？你按 J 啊？按 J， 还在 OK。我们快要到一个地图点了。有一些资源可以收了，但是也有敌人。嗯哼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来的地方啊。哦，上面这边，看他重生没？打他。重生了耶！有敌人啊！看到我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已经看了？大元来打架喽！哇，跑好慢呐、啊！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也十级啦，跟我们没差多少啊！哎呦，有人呢、欸，我还射箭。上啊！
哇哇，他瞬间移动，把他拉过来了，超那个的，好卡哦，这兵长斩砍不到巨人，啊痛啊痛，哦 nice， 哦。看不到他血条，哦，过来，哦，我要致死，这就是部落的力量，为了部落，只好站下他们的部落了 ，For the Horde。有箱子啊。有啥好东西？我靠，哦！走几步路就屌一下，你们会吗？会啊！而且我刚刚看那个敌人会瞬间移动箱子給你，对啊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什么。嗯，我不能。哦，有了，有剑石。哦，有绿晶石，这个很重要。嗯，那拿回去。我要把这间修建起来。要不然这。敌人都不能盖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走。NPC 表示，是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。没有，我们攻击你本人，我攻击。哇，珍妮佛煞肥宅。好耶，珍妮肥罗培兹。真肥罗培兹。跳跃不耗体力耶，一直跳，哦、真的，一直跳一直爽，一直跳就，这边比较平了耶，这边可以吗？试试看。可是这边没有水源，就是比较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盖，这边可以盖。好耶，我直接盖还是要盖在平台上？我觉得它如果会炸掉的话，不要盖在平台上会不会比较好？盖了。然后把一些原木放进去。哎，哎，哦，哎，怎么有一个大妈？大妈，哎，任务点，那是任务点吗？一个惊叹号，这是干嘛？我可以跟他讲话吗？哎，没用啊，还是要打他。哎哎。我的地基怎么都不见了？谁啊？但是、欸、他应该是 NPC 吧？应该不是玩家。对啊，哪有玩家会这样子的？可以打他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是跟上一次那个一样吧？是敌人吧？打不到他，因为他看着我们就有一个惊叹号啊，只是他不会打而已吧？哎、欸，你打了，你打人家还 A 啊？哇，等一下要开打了。来来来，你要把他收服啊！哇，哦哦哦，大剑哎、欸！哇，他滚走了！你把他拉回来，你把他拉回来！太那个了！哦，他还会防御！哦，哇！哇啦！绞肉机！哇啦、欸！他起来又站起来是怎样？那那个啊！飓风绞肉机、啊！哦，他闪了，倒地。这游戏也有滚哦，是 auto 哦。哎、欸，哦，哇，打不死哎、欸，好卡哦，这个网路。哦，大量出血，活了。哦，死了吗？还没死，他被我抽到。没有，他用那个，哇，痛！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，哎、欸，我倒地了！哎、欸，救命，救命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他的旋风斩！
哇，他哇，他还会旋风斩。哎、欸，死了死了，赢了！呼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奴役的奴隶吧？可以奴隶的，只是我，可是我不知道奴役他哎、欸。我不想奴役这个大神呐、啊！啊，你不能是他，因为是大神就这样啊。是说我的地基全部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我有他的裤子了。哇，你还扒人家裤子？刚刚那些地基都到哪去了？我身上只有一个。我刚看你盖出两个地基的、啊，就这两个而已。然后你要怎么盖？所以回收跟不一样。我刚刚按错了，是不是？我忘了。我不知道现在要怎么盖、欸。篝火，哎、欸，篝火会腐烂吗？会啊。出来。会啊，它明就血量会减少。然后他不是有写每秒每小时2%吗？怎么看？哎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？是不是我们在旁边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还是他烧完，烧完就开始扣。啊，那要放一堆木头。不是啊，之内来应该又会要到别的地点吧？因为这边没有水源啊，现在只是盖好玩。这边离水源还蛮近的啊，在哪里？下方哪里有水源？那这个这下去很难上来吧？哦，没关系啊，随便盖一下，先体验一下，不需要花太多心力。哦，这是金刚鹦鹉，我把它打死了。安安，他能够做水壶装水之类的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哦，真想打兄弟，不要用世界频道一直讲。兄弟，这游戏就是 MMO 啊。那我们应该要去找个副本打。我们家都没盖好，要不然现在除了盖家还可以干嘛？你鸡斗啊！你是香港人吗？我梯子怎么盖？把它盖个梯子上去。血是不是自动会毁啊？慢慢回，可是你可以用绷带。绷带呀！哎、欸，哦，我的衣服烂掉了，修理一下。难怪想说为什么我突然衣服就没了。火灰，火灰要烧出来啊！就是烧掉的那个，烧掉的篝火里面会有啊，我有啊，但是必须要做个箱子才行，因为不能直接给的样子。哦，烧掉的篝火它会自动产出哦，会有火灰啊，草木燃烧后形成的灰，它写的箱子。这个做一个，安安，好，有了。那我要怎么直接烧草木？你就把它丢到燃料那个啊。哦。好了，我火会放在那个箱子里。
顺便去多挖一点木头来当燃料啊，不然萤火要烂了。有了有了，我把我的萤火，我把我木头全放进去。我好多肉啊！肉啊，赶快烤肉！肉有时间啊！哦，是哦，它会也会腐烂哦，它会烂掉，烤的比较慢烂，慢烂，慢烂。那我要怎么修理装备？按 F。哎，但是我也不会、啊、F 就射出去了。哎，我不想知道。哦，我说我的长矛啦，哎、欸，听起来怪怪。又比较好啊，我的长矛就射出去啦、啊。我的衣服坏掉就脱不下来了，原来是因为我在做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因为我在做东西吗？啊，我会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我为什么东西也脱下来了？奇怪。哦。嗯，此道具无法被修理，原来如此。有些道具是无法被修理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什么？他会写，会如果可以修理，他会写材料。然后我的衣服因为没有办法被修理，手套也是，所以被打烂就没了。哦。手工修理，手工修理，可是我没办法修理啊，那怎么修理？没有材料啊，你要看它材料在哪，要什么啊？我身上有啊，可是按着没反应呢。你按 F 吗？对啊，那就不知道，可能要有工作台之类的。尚未学习住哦，我得先学会怎么做，我才可以修它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哦，需要初步。大元，这个绿宝石也放在箱子里面，你可以拿去升级你的面具。原来绿宝石是升级面具哦。嗯，面具有一些，虽然我们也才刚开始玩没多久，所以不太清楚面具的能力。对啊，我不知道面具的那个经验值不知道怎么升，不就绿宝石吗？我用绿宝石升啊。是说我现在面具等级2了耶？哦，你说的经验我不知道是怎么升，我只知道他点那个技能数是要用绿宝石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还是1，我意识强度已经升了，可是我的面具还是1，还是一级。那我要在哪升级啊？咦，离萤火太近，无法建造，所以只能这样。好奇怪。就这一格不能建造，你说绿宝石要怎么升？没有啊，你就是拿着绿宝石在身上，然后点点面具的技能数啊，它会消耗啊。哦，是这样。绿金石。这游戏有点什么力量什么的吗？有啊，在哪点？在看到角色能力，不是角色啊，你按 tab 哦，左边不是有个角色？哦哦、
然后下面就有感知啊、体质什么的。哇，这两张还不知道怎么点、欸。哇，这不就是你最喜欢的？对呀、啊，那就要研究一下了。研究一下啦。啊，电光火石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点它。阿修，你是锤子是不是？你我是拿锤子啊，对啊。你按角色，然后按专精，你的锤子有一招天先天领悟的。你说角，你说哪一个角？角，你按你 tab 以后，上面不是有个角色？嗯。然后角色点了以后，右边第三个有一个专精。嗯。然后你最右边是一个锤子，然后有个太阳庇护。哦，可以自身进入霸体，并减伤50%。哦。哦，就我一直使用它就会累积经验值哦、嗯對對對對，这好像可以开技能诶、欸。那我的电光火石怎么使用？像你下面右下角会有个 F 可以按。哦 ，F， 哇、哦，好帅啊！发狂的胖子。怎么突然觉得这款的战斗好像很强？对啊，我就觉得他战斗蛮强，只是会累格啊，太可惜了。对啦，会累格，累格没办法解决。这款要够多东西给你打吧？对啊，我觉得雾锁就是不够东西给你打。没错，不够爽。嗯，雾锁怪太少啦。现在好像不会累格，我现在没有在那边回溯。哎、欸，还是有一点能量储存上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是面具的吧？是不是使用面具的技能会？面具的技能，面具的技能，面具。我下去看一下水源多深好了。看到湖了，可是很远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更平的平地。啊，等一下完全不知道怎么点呢、欸？那怎么办？这个平地是怎样？是怎么完全没有草？这是怎样？哇，又要晚上了。对啊，确定那个湖可以盖萤火啊？我先下去看看好了，很远呢。那个湖应该会被盖满。我觉得湖那边说不定也有一堆人。哇，等一下这边感觉还蛮好下来的吧？是不是？可是你们要下来吗？我正在走啊。你把那宝箱里面的东西拿一拿，我们搬啊！我摔断腿了。喂，你们宝箱里面的东西拿一拿，搬迁到这里好了。死了。摔断腿为什么之后就死了？哎、啊，原来这边一个古代遗址啊。哎呀，哎、欸，这湖旁边好像，那你会在哪里复活？好像蛮少哦，会在篝火那复活。哎、欸，这湖旁边不错哎、欸，好像没有人哎、欸。死去，要不要来这里？哎、欸，有，我有看到人了。可恶！想说这么好的地方，怎么可能没有人？对啊，他的建筑物可能要近一点才会发。哇，他直接盖在河口。对啊。机车哎、欸，不过他没有萤火啊，我是不是可以盖一个我的萤火变成我们的？不行不行，他会写有敌方建筑物。那个怎么盖的？你盖盖看呢？不行！哇，直接盖在河口，太机车了。还是另外一边呢？绕到另外一边看看。哇，这很高哎、欸，这很高、欸，这个跳下去回得来吗？回不去吧，累，我已经在下面了，还是可以传送。哦，这边有正在玩的玩家，杀了他。
又没有 PVP。可恶，他们盖的其实还蛮好看的，那个在河口的那一家。欸，土豆没有烤不会腐化欸。欸，这是玩家吗？哦，他放陷阱在这里。哦，他做的很像一个钓鱼场。对啊。哇，刚刚看不到，这样一过来以后，这边有一个超大的家。想说怎么可能？真的超大，一定一堆人盖啊！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们就只好盖在刚刚的地方啊。我们还要回去哦。哎，还没拆。龙之图腾。那我就不搬喽。不搬了吧？不是啊，重点是。建造者叫渣男，自己叫自己渣男，用火把烧你们的家，不行，里面有猴子哎、欸、哦，他们有抓动物在他们家里面，哇，他们家也太大了吧？是盖了多久啊？那工会叫部落冲突。那这个方向还有吗？这个方向还有人吗？部落跟氏族差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氏族是不是更大？哎、欸、是哦。河里有什么东西听到我的声音？有鳄鱼吗？哦，鳄鱼、啊，哇，这里也有一个家，不行啊，水边都有人站了啦，不可能有空位。仔细想想也是理所当然。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私服呢。他们的萤火没有爆掉啊？为什么我们的萤火爆了？他们的萤火没有坏掉啊？为什么我的萤火会坏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还说他们才刚下线没多久，所以没有，他们还有玩家在这里。哦、那当然就不会坏啊，有玩家在就不会坏。是这样。可是你的那个工会里面玩一个人都没有在线上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。猴子储物箱，腐肉，一堆腐肉。这个点数是不是不够全血啊？你不要问这种后期的事吧。我们也才刚开始玩。说的也是。哎呦！哇，这个这里晚上还蛮漂亮的。哟、哦，卡比巴拉，小气巴拉，哦，这个石头很硬，敲不动。哎，哎，哦，哎，真的有鳄鱼，我看到鳄鱼了。我们可以在鳄鱼旁边盖家吗？可能要先把它干掉吧。那你们不过来就对了。没有啊，我刚你不是说那边下面一堆人一堆人家吗？你要怎么盖？我这边的对啊，你能造萤火吗？这边的生态圈好像不一样，长得不太一样。能造的话，我就带过去啊。我怕走一走碰到鳄鱼啊！那你就不要进到河里面就好了。我没办法，不进到河里面，这边好多水豚呢。这游戏好像不缺肉。
不缺肉啊，打一打是打动物。这游戏那个满腹度很容易，很容易饱，而且肉超多的。这里感觉可以盖家，这里感觉还不错啊。古代版绿色地狱没有啦，这游戏没有到绿色地狱那么 hardcore， 至少他走一走就不会被水蛭给咬，就已经不 hardcore 了。什么？原来又这边又有人盖了啊！那就不行啦。哎，不对，这是蛮人营地哦，这是 NPC 哦。哦，可以打他。可以打是可以打，不过他会再生吧？那是什么动物啊？啊！我的斧头坏了，拆解。这武器好像用一用就会自己升级，对啊，熟练度啊，熟练度啊，嗯，熟练度啊，熟练度啊，哎，是怎样？花黑粉，萤火虫啊，什么动物？哦，火鸡吗？不然没办法升级。这个斜坡不知道可不可以盖，都不能看他后面的解说，这样我怎么知道他练什么？这样要怎么教小孩之类的？哎、啊，哎、欸。不能在这里建造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盖萤火、欸，哎，可以盖萤火、欸，哎，喂，好，盖、啊，那我们东西搬过去哦，好，只是这些地基可以直接那个吗？回收吗？可以回收，可以回收，好。安安，那交给你了。今天是灵活的胖子吗？是啊，今天是灵活的胖子。哇，我赶快负重好重、啊，怎么不赶快白天呢、啊？超黑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快白天了。哦，负重快满了，我已经满了。
先放先赢。哇，好黑啊！这游戏有的时候出的那个音乐还蛮好听的。嗯，腐烂中，他是不是扣了蛮快的？他每小时不知道限时多久？每小时扣2.1%，就是每小时啊，就是限时的每小时吧？啊，是这样、哦啊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两天后一定会坏啊，两天后都没人上线的话就会坏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超过我的自動？可能跟雾锁一样需要睡觉。有啊，有疲劳值，可是他疲劳值减的其实蛮慢的。哎、欸，他下去无视我的负重吗？没有，然后因为这是公开伺服器，所以睡觉没有影响。意识强度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类似等已经类似等级了吧？等级哦。好像可以再带一点。这个好像点了就不能取消了。茅草，可恶，又没茅草了。现在正在。把所有的平台都拆掉。走超慢。战斗直觉。帮你照明。我全力奔跑也只能用走的、欸。我要负重了。你等一下会不会又摔断腿？那就换你帮我搬。你就摔下去之后复活，你就可以再继续。没有啊，我们把萤火拆了，所以我复活会。会从 我一开始进来的地方，对啊，很麻烦，所以现在最好不要死。阿傻那边有啊，哦对啊，也是啊，啊有什么？萤火有萤火、啊，有萤火，我们就能从萤火那边复活。哦，船啊，是不是一定要走河那边？看阿萨的，我们阿萨，你刚刚是游过去的吗？没有，我是绕了一圈过去，绕着河边走的、啊，不然这个河里面都应该有敌人。那就刚好死了，刚好打阿萨那边去。还是那你还是得回来捡东西啊！你会啊，是啊，你东西会喷掉啊！啊，歪了。这个不对齐也太难了吧，好难。他不会没有那个自动粘贴，
不是啊，我只是要对一个，我要对半格高的，很难弄。哎、欸，阿修不见了。没有，我走很慢，有体力一下用完了。不行，你先过去好了，你体力够，你先过去，我慢慢走。我帮你照明呢、啊。我手上也有火把。哦，原来你有。对啊。这样有比较正吗？哎呦，什么声音啊？没有没有，按我按到。吓我一跳。还是歪的，算了，先这样好了。这也是太难了，这也太大一个平台了吧？满满的大平台啊！你只是想要，你只是想要讲这个而已吗？大平台，人家还有二楼，我们还没有二楼。哇，又在喘。看一下，哇，这麼麻烦，还要绕一圈。哇，这腹地我们变成要用长条状。我们也盖二楼好了。是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不要盖传统的火柴盒。这个喝水没有动作，它只有挤水而已。好多废弃的房子，没有废弃，他们只是没有在线上而已啊。你看他们血量还很多、啊，开始腐烂哦。那应该下线还没多久。又在那个，我连跑个开始腐烂，感觉就很久没上线了吧？因为萤火消失。哦，先做一个箱子啊。哇！看这个水泥在瞬间移动。哎、欸，还是叫河泥，忘记了。水泥？河泥吧。你水泥会瞬间移动？它不是水豚吗？水豚啊、哦，水豚。卡比巴拉。对啊。我还以为是水果嘞。对啊，我以为是水果，想说什么水泥在瞬间移动。河狸、河豚、水豚，什么河豚？哦、还是怎样？哇，他们把萤火盖在二楼，哎，好聪明哦！反正摧毁不了。哎，我们只是 啊, 啊，我们只是尝鲜体验一下而已呢。是啊，好远哦，超远的。那也没办法吧。也是没有办法。我这游戏大部分都在摸黑走路。金刚鹦鹉会说话，金刚鹦鹉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啊，你可以不要学吗？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我身上还是这么重？你们是那个石头跟木头太多了。没有，我都把它都拿下来啦。还是你的武器 也很重啊，武器太重。看到别人跑过去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哇哇，人家哦，这家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好像那个日本的那个大宅，日本宅。怎么还没天亮？我以为天亮了嘞。我不知道他有没看嘞、欸。那个右上角啊。哦，现在4:40。阿修生物学直接被当掉。啊。我生物学还没有考那个合理。他可能是跟数学老师学的。嗯、你的水泥会煮草。还挖洞、欸。我走到死路了、欸。嗯。
怎么走的、欸？拿到绿松石了。哦，是哦。这样我就可以修我那个戒指。可以，这边可以爬。哎、欸，尚未学习制作，不，尚未学习制作绿松戒指啊！哎、欸，要爬山吗？还是要顺着河走？我是爬山来的。你看我在哪就在哪、啊，我只是顺着湖走而已。这感觉摸黑，如果遇到什么怪，我就死定了。嗯，拜托，我刚刚都已经摸过来了，你是在怕什么？有鳄鱼而已、啊，有鳄鱼啦。你不要靠近河边就还好。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！哇，糟糕，这个这么斜，我跳不上去。哎、欸，你们其实沿着湖过来就好了，湖边一路过来就好了，不需要爬、啊。我剩60 M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会拿到铜矿石？哦，天空变白了，终于！哎、欸，我看到肥仔，肥仔，哇！我看到有人直接睡在山顶，大自然，哇！要打坐、哦，哇！经历千辛万苦，真的。跑到山上去了，完了，我叫小牛哥，给你一个草垫，草垫，你要草垫才能坐在地上啊？是哦，哇，很讲究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坐好。哇，谁在坐好在地上？来，给你一个草垫。哎呦，直接摔死也没差吧？我就从那边捡尸体的话。我不能往里面坐吗？哎呀，你自己调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坐草垫上会回血。哦，休息就会回血。休息回血了。放我的腿，哎！你怎么还把它拿起来？你怎么都快到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受伤？那、哦、我从山上跳下来，我要怎么把它拿起来？长按。哦。啊！死去。这样又死了。啊、今天摔死两次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从你那边过来。来啦。哦，刚复活，全身一身轻，赶快扩建啊！你不是有很多地基？对啊，啊，我刚死掉，要捡包啊。哦，瞬间鞋又变超重了。哎、欸，安安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安安过吗？我已经忘了，可以补安安一次。午安啊，来了，我脚摔断两次。你们的面具是点什么？我没有办法点，我还没点。哎、欸，是哦。我们可以去打旁边的野人营地啊，反正我们的重生点就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你已经盖的差不多了，我怎么盖？没有啊，你就往后扩建之类的，还是往旁边扩建？至少要有一个地方要有建筑物的、啊。然后这个我本来是想要做两层，可是好像不能这样子上不来，所以还是要重新弄。应该还是得坐楼梯才行。我们先去打、啊，在旁边而已。走啊！等一下，我学一下东西。还有飞斧、欸，飞斧。
不先做一下东西吗？我想说先把它打掉比较安心，因为我是想要试一下新做的东西。新做，安安安，新做，你要试什么新做？就是飞符什么的。所以你要怎么试？你要怎么试？做不出来，要木柄。那你就盖一个木匠桌啊。你去拿材料弄个木匠桌啊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哦，有楼梯了。哎、欸，哇，我这好不会哦。好不会。我要按什么？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做啊。没错啦。这个下面这个真的越盖越歪，还是不要好了。回收。这个没办法一键整理，有点麻烦。嗯，其实物锁是很方便的，真的。还是lag的，超烦。你要怎么坐下来？你要有草席，你就自己做一个草席。哦，看到了。我不要其他的，给我茅草就好了。哎呀，快疯了！我有茅草啊，怎么给你？那你放在包包那个箱子里才行。不能直接交易哦，不行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为什么要盖第二层？我想说就盖啊，也没差吧。那我桌子随便放哦。你随便放啊，你放萤火附近就好了。好，我直接把一组茅草放进去了。好。我人物一直在那边回溯。这个制作真的不容易啊。要找好麻烦了。是可以用打字的、啊，如果你要用搜寻的话。这个桌子要坐好久、哦。嗯，不要太不满。欸，这里不能盖。可是也不能往下盖，为什么？这一块石头让我不能盖，是不是？有你在做木工桌吗？对啊，做哦，要做很久。这好像是地面。
哦，这样可以。我挖都没有粘土，是要挖什么？你有这个啊，我就用这个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吃了蟋蟀在扣血？你不能直接吃吧？要烤过。要有烤、啊。哇，你这样直接吃蟋蟀，哇，很猛哦！哇，这么说你很勇吗？好吃啊！挖到绿松石了，嗯。这边这颗石头让我不能盖啊，你就死吧！过来，OK， 好，我们家就先这样吧。OK， 还蛮大的呢。哎、欸，这边还可以再，啊，不要了，结果结果。改出来了，奇怪的桌子，木匠桌啊，区区蟋蟀有箭毒蛙都有箭毒蛙好吃吗？哦，你哥小时候吃过炸蟋蟀，我不敢吃。炸蟋蟀我也不敢吃，觉得很恶，生理上无法接受。那个不是有一个，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有吃炸蜘蛛吗？那个更无法接受，太可怕了。我好了，好，我们去打吧。就在前面。嗯，在后。哎、欸，好，来，来，来了。啊，这是小怪子。他们养的狗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哇，小多。才十二级而已，还好吧？我痛，我痛，我痛，我痛。哦，血蛮多的，真的。啊，我也会。他是双刀，他是双刀。双刀约你双刀。倒地了是不是？审问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抓他、啊？好像可以、哦，好像可以耶。你可以审问吗？我、哦、抓，哇！那怎么看起来要跟他亲亲？审问他，审问他了，抓到了。那这个审问，快点，这个双刀女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没点就不能审问？他在包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是要打死他？哎、欸，赶快！哎、欸，他在打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这是玩家是不是？这好像是玩家。倒了。欸、阿修怎么死了？我倒了。这边还有一个。阿爸，所以我刚刚审问失败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你。没有啊，你刚刚有变我们的人呢、欸。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好吧。
果然都是剑士。这是其他玩家哦、喔。对对啊。哦。可是他没有 ID 呢。看不到别人 ID 吧？可是他先开宝箱了，他渔翁得利。我刚刚明明有去用面具的力量，可是他好像是不是没有成功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我也不会啊。还是这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拿什么东西，因为里面都是食物啊。欸、他要草泥马可以骑耶、欸，他可能把好东西先拿走了。哇，还有骑，他草泥马可以骑。对啊，哇。哇，还在这边献给我们看呢、欸，好想 PK 他、哦。我是说他好像已经把好东西拿走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没仔细看。而且刚刚这个营地17级耶，表示说应该有不错的东西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公开伺服器。那也是没办法。嗯。去泰国旅游炸虫都还好，虽然有炸蟑螂，哇靠，真假、啊？那个会不会咬下去会喷汁的那种？好恶心，有吃过吗？还以为是 Eno 来炫装。还有菜市场卖生小牛，胎内刚成型的那种啊，好恶心哦，超恶的爆。太可怕了啊，那个宝箱里面可能有绿晶石啦。哦，这样子。那都好多。那我不需要弓箭了，这次不玩弓了。我这次就是双刀了。那我还不知道玩什么。弓箭放进包包里，箱子里。我还是背物啊！就是他长矛射完就没了、欸，他没办法捡。你要拉回来啊！没有，是另外一种投掷矛。哦，你怎么那么爱投掷矛？啊，好玩啊！投掷矛粉。谁在粗布裤子？不要占位置吧！这游戏是不是只能体验多久啊？40小时的样子。是一个伺服器哦，还是一只角色？我不懂，我不知道。哇，这游戏如果再做顺一点，应该蛮好玩的。啊，你刚开始所有游戏都很好玩吧？啊，嗯、啊，雾锁还是蛮好玩的啦。不对啊，雾锁是非常好玩的。一样。炸风涌向咸酥鸡，一啊，魔，炸风涌是硬的还是软的？它会硬化还是软化？魔，它是嘎嘣脆吗？还是那种软软的，听起来就很好吃啊！好像没有人把萤火，好像没有人把萤火是盖在室内的、啊。也许我们这边应该就是围起来，但是是开放区域。那我们会不会一氧化碳中毒而死？这边才是室内，瓦尔海姆。怎么没有窗户的墙啊？
欸，我记得昨天之内好像有说是怎样可以换的。奇怪啊，都是茅草，为什么有这么 有木头在里面？我就不懂了。它应该要有原木的支撑吧？欸，什么？它要怎么换？长按哦，长按切换其他样子，茅草窗。哦，哦，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 open area 啊！什么？盖错了，不过也没关系。还可以，哎、欸、哦，还可以加装窗窗户。按理能开私服才是最爽，蓝色品质裤子哎、欸，虽然是粗布，但没人穿哦，是蓝色品质的关系哦，难怪。那我要了，既然没人要，就我要啦。嗯，消失了，来不及了。What？ 哎、欸，不是被人家穿的吗？哪一个？蓝色裤子，我没有拿。等一下这边没有开门呢、哦。哪一边？后面。你要有后门啊、喔！啊，后门。算了，没差没差。啊啊，后门后门后门，好好好好，后门。啊啊啊啊啊！到底？你到底是猴子还是狗啊？嗯。那、啊、你们帮忙做窗户跟门呢、啊？我在等下，我先做那个木匠桌。我还在浏览我的制作清单。嗯，这我觉得这制作好麻烦哦。嗯，那不是就是因为麻烦才要习惯，才要习惯不是吗？所以还需要那个腐乳人来帮你做工啊。腐乳人，可是我们的腐乳人已经死了。对啊。有果粉，只记得外面酥酥的。小时候被大人骗是咸酥鸡，吃了一口，好假！炸蜂蛹。有看过节目，处理虎头蜂的专业人士，摘除虎头蜂蜂巢之后，会把蜜蜂处理掉，泡酒，然后蜂蛹都炸成或煮来吃。哦，不过台湾好像比较少见。这样还不错哎，比我想象的好，看起来还蛮有模有样的规模。屋顶呢？茅草屋顶啊，它的屋顶是这样子哦，可以切换。OK， 先做四个来看看。那个节目就是拍摄台湾处理虎头蜂专家工作情况哦。嗯哼。嗯。啊，原来其他武器都只能做实质的哦。嗯。实质。实造的。哦。木柄到底在哪？我怎么找不到、啊？在工木匠台啊。你要木匠台做，你要木头。哦。
木匠桌啊，木匠桌啊，要木匠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反不过来？为什么反不过来？不知道 how to 反，我不会按呢、欸。旋转。哎呀，原来我没有解锁。嗯？要怎么让它反另外一边？真麻烦啊！不会，不会，刚刚是怎么弄的？哎、欸！啊、哦，有了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黑雾开了呢！哦，原来这条河这么大、啊，这不是河啊，这是河啊。木匠桌在这里标记一个，在脚下创建制定标记。地步管。哎怎么都要解锁？皮革、皮绳、硬木板。木匠桌还要怎么？哦，成功了！哇，茅草又没了，茅草用好凶啊！再去砍。嗯哼，茅草我还有，那你放到箱子里面，哪里的？就随便一个、啊，我等一下就要用。哎、欸，你箱子不是换位换到哪去了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我、哦、喘气声有够大的，我还以为是他。旁边人不知道会不会误会？不会啊，男人抢传气声。那之内玩女人呢？那就是之内问题。你哈什么？这是很不意外的吧？而且他还是条胸部超大的那种。哇！有一个人跟踪我，你是谁？跟踪你？野蛮人？野蛮人跟踪你？我、哦、是 NPC 啊。那把他奴役，看能不能让他住到我们家里。我试试看，奴了他。死了！啊！What？ What？ Sorry。What？ 你怎么让他死了？我杀。是不是要用什么武器比较好抓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抓啊！我满载呢。怎么有一只？
20级的动物。我可不可以咬死啊？我不咬死啊！你可不可以咬死啊？被咬死啊！咬死啊！啥鬼？哇，想不到一幕。哇，我看到我的尸体了，好可怜啊。哎、欸，咬死！只有原木哎，踩不到硬木哎。硬木是不同的树啊。哎、欸，我的衣服，啊、哦，衣服不见了，因为坏了吧？坏了，它就坏了，坏了。不然要怎么把它这样补起来？有没有办法吗？嗯？还是不要用粘贴的？奇怪，那硬木是要我之前的地方走吗？哎、欸，竟然下雨了！原来这游戏会下雨。哎呦，居然有天气系统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它还会滴到镜头上。哦，啊、对吼、哦，上一次玩也有下雨。大元在说四川话还是山东腔？窑子，什么窑子？我看到我的尸体了。窑子，什么东西啊？窑子到底是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是你讲的，又不是我讲的。哦，有够那个，就没办法攻击，死了。啊？死了？又被狗咬死了，因为它瞬间移动啊，根本没办法打。下线前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木头、原木都丢到？啊，我们大通铺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又重生了，那个营地的重生了，好快，又可以继续屠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可以奴役他们吗？我死了，喂！嗯。哎、欸，窗户都盖好了。哎、欸嗯，为什么萤火不能用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萤火怎么了？是因为下雨吗？哦，完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开啊。可是我没办法。哦哦，开哦，开了，开了，怎么熄了？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过一段时间被浇熄哦，可能是那个吧，下雨让他淋到水了，有这种事？想想也合理呀、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帮我！好，因为我一经过就被他派出来的狗咬死了。来了，我们的部族怎么可以输给他们？这边怎么有只死火鸡？应该是被那个狗咬的。来呀、啊，在哪里？狗在哪里？就在这个、啊，就在上面一样的地方、啊。把它引过来，好吧？可以用箭，用弓箭把它引过来。嗯、来了，怎么射不到它、啊？它那个吧。那个、啊。哇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 No！ 包包包包包！帮我救我！好、哦，一般 OK。救救我！你包绷带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移位？发出双刀了。哎、欸，他用弓箭了。哇！太猛了吧！哇！哎、哦，这复活了，有一次复活了、欸，完全射不到他。哇！痛！他拿单手剑。
还是双刀？没有，他换成单手剑，他换武器了。哇，好猛哦！他怎么变二十级？刚刚不是十七吗？哇，弓箭太弱了，射不到。换掉。哦，好痛！哇，弓箭完全瞄不到他的位置。重点是在肋骨啦，欸，他在包绷带。一克，哎，那个在那个，我要死了！救命啊！一阵砍完是你倒，不要把你打到我这里来，我在救人。啊，痛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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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我也会。他有靠那个的。在砍空气呢！我啦啦啦啦！我俩俩俩俩俩俩俩！哦，我们三个打不过他一个哎！哇！哦！哎，被打倒！审问！啊！哎！哦！哎！什么？哎！哎！看起来抬回家，获得一记续行。哦，原来不是，原来他不能奴役的，是不是？他只能获得讯息，但是不能奴役。可是他太强了，我们不能奴役他。也许也是有可能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死！死了吧，死了吧！哦，不是，哦，哦，终于哦，终于，紫色古刀。Nice 哦！原来装备打到、哦，哇！辣椒酱、堆肥、棉花种子、南瓜跟木饼。棉花种子，种子种子，哎、欸，又行了！真的下雨不行啊！不行，一定要盖那个掩遮蔽物。嗯，一定要遮蔽物了，看来是这样。好吧，感觉不会烧起来。OK。熄了它会开始腐烂吗？熄，对，会腐烂。然后我们也不能当重生点。哇，不是急了，是熄了。急了，急了，急了。只要盖在上方就好了吗？还是四面都要盖？那个雨是有斜的判定吗？最左边箱子我放、那個，应该是正上方有盖就好了。因为我看有一个人就是盖在屋顶，然后有一个遮蔽的。还是把移进来吧，移进来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好吧？那里面是我们要睡觉的。哦。好像还是毛比较好用。长毛还可以啊，秋鲨鱼。秋鲨鱼。秋鲨鱼啦，时空幻境的一招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动到，应该有啊，有啊，有萤火，应该可以吧？有萤火，哦，这我们的这个茅草地板感觉都要淹水了，是有这么湿吗？很湿很湿。有人有用过大剑吗？大剑是不是双手？应该会很慢吧，我有看 NPC 用过啊。刚刚那个大神不是有用大剑吗？哦，这其实他攻击很像魔物猎人呢、啊。对啊，没错。
可以洗。左右再加宽，应该还好吧？因为如果我只是想要试看看这样子会不会就有就可以了。哇，结果阿修还是盖了，好吧？还是盖好了，你不做而不休。我本来想要这边是 open 区域啊，我不想要弄那么多屋顶，我不想要一个是一个整个是关闭 open 讲区域。呀，好像东西不够。我想去看看那只鳄鱼。刚刚那只鳄鱼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哎，这边也有别人家。其实哦，只要不要人家的萤火盖到我们的区域，应该都还算好。嗯，刚刚那重点是啊，他侵犯到我们的区域了，所以只要他不侵犯到我们区域就还好。这雨下好久啊。篝火有顶，人坐的地方却没有，要淋雨不会很奇怪吗？阿修好像营养不良啊。我们野人呢？哎，那也没办法。哎，他们又重生了。也太快了吧。他会重生的吧？超快，他们是任务怪是不是？不是那种 MMO 都是。都要一直重生，不然会没有人玩，没有人解任务，解不到任务。你在我家转悠啥大啥大啥个？其实还好，因为这边开的话。其实像这样就有遮蔽的、啊，然后这边我们就不盖啊，嗯，这样就有开一个洞了、啊，这样就 OK， 对啊，而且这样子里面就不会湿了。这个雨好像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它有做出来，哎、欸，不过雨停了，哦，它有做出湿跟没湿的地方哦，对，湿跟没湿，然后你看我的，蛮酷的，你看我的身上也很湿，好恶心、喔、啊，连肉都是水。从我的肥仔奶上流下来，丑死了！你这个身材就看起来就像是酋长，看起来酋长就是看起来酋、啊哦、长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哦，双刀酋长、欸，我看起来就是冲第一线的双刀酋长呢、欸，出草啦！这个看起来就是。就是拉长期拉肚子，拉到很瘦。长期拉肚子，长期吃蝗虫是吧？吃到拉肚子。全身在反光亮晶晶，这叫做油光、水光。那要把其他的设施也做一做吗？为什么这边有一个斜的？这是盖错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要把它围起来吗？对啊，就是一边的。你要留一個空。我这边正在试，我为什么粘不上去？它对齐有点奇怪。有凤梨耶。哎、欸，不过这个游戏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就不知道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玩啊。
需要其他。应该做个为什么吸不起来？围栏又没出神，没办法旋转啊！怎么旋转？哎，自己旋转，你旋转我。这游戏生存的要素好低哦，会吗？就是因为食物根本不缺啊。哦，的确的，茅草茅草不够了。阿萨是酋长，阿修是祭司，大元是大扁。大扁是什么？大扁是什么职业？因为上一次。上一次他不是说交给我，然后就被打扁了、啊，就是大圆变大扁了、啊。大扁肉盾战士，哇，那不是阿扁巴巴大侠？长大也要像阿扁巴巴大侠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扁巴巴大侠，这边不能盖。这家是离萤火太近，喂。对，他的萤火的判定有点怪。喂、啊，那我只能把它拆掉了，不然太奇怪了。不然太丑了。对啊。托阿格里，阿格里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、啊？这都没有办法直接存放吗？甚至，怎么变这样？按到了吗？而且我的水扫超慢的、欸。对，它的食物跟水都扫超慢。这也不能整理，突然觉得物所的道具 UI 比较好，好很多。很强欸，除了不能分割东西以外，这倒是啊。哦，它只能拆一半一半。对啊。这边应该可以摆个厕所之类的。欸，哇。我还可以看到你的状态，心情一半，认同一半，认同请分享。为什么肥宅的心情比较好？刚刚杀了很多人，爽。因为我喝了水啊，肥宅快乐水。这肯定拉肚子拉到不爽，这个心情不好。结果没有走到硬木啊，硬木不知道去哪边取得，好像一开始有，有啊，一开始有啊，后面就沒有要砍那个，要砍那个看起来比较硬的树。这个游戏晚上不能跳过，好烦哦、喔。它应该晚上比较短，它我觉得它晚上比白天长。如果是一样长的话，通常这样，通常有这种体感。是吗？我觉得它实际上就是比较长啊。是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其实我们家盖的还蛮快的、啊，一下就盖起来，而且还蛮多层次的，还蛮喜欢的。再多装饰一点层次。按 Q 可不可以看看一键存放哦？转移道具哦，可是一键存放是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吧？
欸，可以可以这样。哦。哦，可以这样啊，这样还不错看。有烤南瓜可以做吗？不知道我的毛算不算投资物？算吧，应该不算。哦，因为它是技能才会投资，投资物好像是投资毛那一种。嗯，嗯屁。不然不然嘞，不然嘞，不然嘞，不然嘞。哎，我拿到硬木啦！这个上面有叶子的木头砍的，就是硬木啊。哦，有叶子哦。所以这边这些有叶子的应该都是硬木。看一下，哦，好，这个应该也是。让我砍砍。哦，对，要砍比较久的，就是硬木，原来是这样子分类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？Q， 哦 ，Q 只是这样 ，Q 只是这样而已。转移道具是一格，所以如果我要有堆叠效果的话，比如说这样 ，Q， 啊、哦、有堆叠到这里 ，OK， 好，所以是 Q 啦 ，Q 可以 ，Q 可以。这石刀是干嘛？防御成功时发动反击，哦，听起来好帅啊！史诗级石刀，哎，原来这个石刀是史诗级哦。哦，那我放上去的，因为它快坏了。可以修啊。可以啊。可是它是单手剑，我没有用，没有用单手剑。按 Q 啦，按 Q 可以自动放到箱子里面有的分类。嗯、哇，现在燃料可以烧七小时，十二小时。哦，原来我这个木工是传说的、哦，传说木工。哇哦，传说！我这木工是那个野人掉的、啊。嗯。丢你！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啊，没事。不然要干嘛？不然要回什么？嗯，你说的对。嗯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，嗯，好耶，酷哦，酷哦，这个是好像是那种选声音的时候在听他的声音的声头，好耶。酷哦！我会用这个当做示范，好吗？你他妈！绝对不是用这个。哦耶！大扁，肉盾大扁，哇！
晚安，晚安。工匠桌，我看一下工匠桌怎么样。工匠台，硬木板要十个。硬木板。我要做工匠桌。哦，硬木板要怎么做？用这个啊。哦。加这个做，所以才要硬木，它只能用硬木做。那就多砍一点硬木。对啊。然后还要皮绳，皮绳是什么？皮绳就是皮卡丘啊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这样讲。不是、啊，我说绳子的绳啊。皮绳就是皮卡，是用那个织布机做是不是啊？不知道，我还要确认一下。嗯，对，没错，织布机。这就麻烦了。新的音效出现。出格。然后织布机要出格，所以要制皮机。哇，这一个一个接一个是吧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是要这样做、啊、哦。好，这样搞是吧？这晚上会不会太久啦？超久的木板啊！对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游戏你制作你人物会绑在这里，对你不能动。他好像在后面才会解锁那个可以离开。没有，你要奴役野人。你要用对啊，你要奴役村居民啊，族人。他是讲族人。说的真好听。有木板可以用吗？族人括号奴隶。没错啦。好像没有木板。黑刀又不行，完全不知道我在踩什么。不是还有制皮机？对，还有制皮机。制革机吧，还是制皮机？制革机，制革机。对，制革机。制革机做完之后才可以做纺织机。哇，革命机。啊，所以这游戏的目的是什么？它有主线吗？还是我们要打什么吗？我连它的 trailer 其实都没有看过、欸，我还没有看过它的 trailer， 不知道里面 trailer 有没有讲一些什么。指引是叫我用绿晶石修复面甲，就是，哎，刚刚都大元用掉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还有两个。那你给阿修修复看看。我不知道怎么修复哎，知道？你要去点呢、啊，你要去点东西。绿晶石，累了，放最右边箱子。哦。我靠，埋。然后用踢。哎，可以耶，可以点修复了。只是有三个选项可以给我选，应急储存跟采收，缓冲最弱。你我看你很需要，你就给我点那个吧。你就给我点，你给我点，我叫你点。我没有滑翔翼可以用。建造房，武器改装，感觉采收比较需要啊。采收熟练度加100%，但这个点数给这么大方，是不是因为是 demo 的关系？有可能吗？五扣零，还是他本来就给这么大方？那因为他给这么多大方，这个技能数有意义吗？对啊，几乎都全点就好啦。
给你体验吧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体验版的关系。要不然点数应该是你只能选木匠或者是皮匠或者是陶艺食物之类的。对啊。这样原来如此，后面还这么多、哦。好了，后面还蛮多点的，蛮多要点的。不过点数还是很多啊，还是很够。就算不要全点，现在点数我野蛮人点完还有剩嘞，然后我还不能点新那个部落。野蛮人，对啊，哦，没有啊，你下面有一个拉条，你往右拉，对啊，但是后面还没开啊。青铜的药剂，那是要、啊、部落的黎明，后面是要是不是要十二级？青铜十五级，需求强度要二十。哦哦，你说右边那一排。中级的要15，然后青铜要20。中级工匠、中级屠宰之类的要15啊。哦，白天的终于。兽骨双刀，兽骨大剑。兽、欸、骨那个兽骨系列就是要工匠台啊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制作。哦，还有全套哎、欸，可以全。相套，还有六个平台，把它放一放嘛。怎么没有看到盾牌在哪里？有啊，兽骨盾牌跟木盾。在武器那边吗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木石工程锤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是可以拆别人房子、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拆 NPC 的吧？哦，有可能哦。照这样看来，基本上这个火是不会熄的、啊。如果五格全部放到满的话，嗯，很久才会熄吧。好，四格记好了。捕捉陷阱。哦，可以去捕捉小小动物。可是捕捉小动物要干嘛耶？我们也不愁吃穿。说的也是哈，皮革吗？欸、也许是皮革吧。我皮革机要置放哪边比较好、啊？你这个东西都蛮大的。啊！那太白痴了！我可以直接放到上面的窗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拿到它，我没有办法拆它。而且也没办法打开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衣服有没有升级可以学？应该要他的那个机器做出来啊，比如说皮革装备嘛，制甲台要强度15才有下一阶。看纺织台要多少？纺织台要五个出格，看一下，要兽皮。
拆分。哦。怎么拆分会那个？喂，我被攻击了，你来帮我。刚刚那原地吗？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，这一个人其实不好打哎、欸，如果是一个人来打的话。主要是会那个的、啊，只要不会、啊、不会那个还、哎、重，不会那个还不会这么麻烦。哎，我死了。哎。哎欸、我把那个女的直接干掉了！哇，她打我一气！来，我来！哇，跑走了！你给人呐？再你看看我满汉大锤锤！我一个连技直接把那个女的打死了！欸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是谁啊？啊，那是你啊！哎、欸，那我刚刚打死那个女的在哪里啊？她尸体不见了。哦。哎、欸，她瞬间一顿输出。哦，赢了。哦，我打赢了，对。哇，胸部还在晃。哦，她掉全套了。啊？她掉全套了。哦，我以为她掉什么全套。哎、欸，你绷带拿去啊。绷带拿去绑啊！绷带，绷带、啊。不要，回去做那个就好了、啊。哦，这边有好多食物哦。对啊，全部取走。我拿死亡包，不知道谁的死亡包，是反正就 NPC 也就对了。回去坐在萤火前。到底什么东西在重啊？其实如果一个人来打这个营地不好打、哦、就算是没有雷克也不好打。他说要控制在敌人是那个 10% 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他控制住。哇、哦、那宝可梦就对了。像我这个锤子不小心就 overkill 了。那很难，那有没有点到为止啊？那应该是没有。你可能快死的时候就换武器。暴气慢慢磨他的血。请问这个萤火的库存是什么个概念？就是把东西放在里面这样子才可以库存。这游戏树木什么的，是不是重生很快？或许是因为 demo 的关系，所以那个重生速度调比较快。哦，也许啦，我猜的。B。我有看到一只大鳄鱼啊！在哪里？我们去打它。在我现在这里。欸，它潜下水是不是就不见了？哎呦，还在。是在别人家这里吗？在我这啊。来了。有看到吗？在前面。哦，好可怕啊！来了，冲冲冲！哇塞！哇靠！急死！哎，他冲过来超快的。哇！他直接咬死你了！哇天哪！这样太可怕了！哇，欸，那个草泥马人来了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他还帮我们，是不是？还在那个鳄鱼为什么？鳄鱼为什么完全不打他？就他鳄鱼就死了。啊！鳄鱼死了。对他，但是鳄鱼一直被他打，然后就。哎、欸，被肢解了吗？什么大猿被肢解？
我说鳄鱼啦，鳄鱼应该会有尸体。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他直接打一打，然后就肢解就没了。好哦。Demo 有游玩限速是有啊，刚刚有说40小时。所以其实我们还久啦，嗯，那左上角有显示了不起60，不是左上角哦，34小时，那、啊、还久啦。那个草泥马人怎么还在这附近啊？他们家就在这里，对吧、啊？不可能哪个湖边大宅就是他的家。湖边大宅，哎、欸，原来那个汤，那个肉汤竟然是30个，但是会腐败。那分一分好了，我赶快放到箱子里面，你们赶快放到萤火里面，你们拿去吃，不然也没用啊。嗯哼，这游戏感觉内容很少啊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主线让我们推进的感觉。没有，他可能是要自己找吧。哦，要自己找吧，我猜的啦。哎、欸，有甜美的家的 buff， 甜美的家。哦，吃肉汤增加 HP 上限，应该要坐床。会增加舒适度。床要什么？木板茅草出神，木板，我要木板。木板我再做。啊？你要几个？一个床要10个。哇？那我现在全给你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欸，好像可以直接丢地板上吧？我记得是吗？你确定？你先丢个不重要的东西试试看。不是啊，你看地上有一个那个可以捡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而且它是有时间限制的。那再多做几个。避免环境破坏太严重，应该是测试让玩家看看这样子会不会适合。太烦了。他没有办法哦，他没有办法把放在同一个位置。哎、欸，原来看不到自己睡觉，精神值！哇，醒来好久。怎么醒来好久？你自己去睡睡看，虽然他有一个躺在床上的动作，你交给我来敲啊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正在做仿制台。哦。哦。好恶心哦！你可以穿个衣服再睡吗？嗯。还是我睡给你看。都习惯裸睡，你是裙子还翻起来一下，哇，随风飘逸、啊，你的睡姿也太优雅了吧！我自己看不到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睡姿哦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睡姿，然后醒来超久，可以叠在一起耶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要啊！啊。大家都兄弟，不然好像可以一起睡。阿修，你睡睡看。
没有动作应该都一样的、啊。不要起来啊！你睡睡看，哦、你们两个叠在一起，让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不行啦！不行。哦、精神值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也没有，也没有变。我的精神值只有八十哎。我是七十，我九十七。下面的五个 icon 有一个，左边数来第二个就是你的睡觉，那是不是就精神值？哦。所以你，所以下线还是睡在床上比较好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，好像也坐在垫子上。看不到，看不到我的肥宅睡姿。心情惬意一。28分钟，睡得很舒服，心情惬意。在简陋的房屋内，简陋，充分休息，获得舒适状态，身体经验获取比例提高哦，20%的负重上限提高5%哦，经验获取比例提高20%，负重上限提高5%哦，原来如此。继续往后走看看。精神值那是肾值，好不好？喝人肉会掉的那是肾值。哦。好，终于可以做织布机。它森林里的景色是蛮不错的。我是觉得画面蛮棒的。几个原木可以做一个木板呢、啊？一对一吧。哦，一比一。这原木都这么少，还是要砍粗的才行。需要尽量拿点茅草。意外消耗还蛮大的，蛮大的、啊。砍这棵会怎么样呢？哎呦，砍不动啊！哦，对，所以现在赶快把钢匠台做出来，我们才可以砍更硬的石头跟树。好，做，都做，都做，都做。不知道缺少什么。啊，这硬木啊，啊原木啊，又一个古代遗址，那是玩家？哦，那不是玩家。哦，这是之前我们来的那个。啊，负重，负重啦！哇，这是硬木，硬木也可以做木板吗？可以。只是硬木去做硬木板比较好哦，因为之后还有一个硬木板要做。啊，困了呢。哦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。皮绳要用粗格做，又要做。好，在垫子上打坐。是不是离开前也要把门关上？哇、啊，等要要要要。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大家晚安。晚安啦、啊。